目前，法轮大法是红传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了广泛的喜爱。这往往使得第一次出国观光的中国人是大吃一惊。但是在没有中共封锁信息的环境中，了解了真相之后，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。史鹏鹏说：“我出国看见国外那么多的法轮功，就中国不让练，导游还吓唬我们不让接资料，说谁要是要了资料就不让回国。我退团退队，我以后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海外华人慧心说：“经过了那么多年对法轮功的误解和曲曲折折的过程，直到看到现在中央的这帮子党棍们，比黑还黑，比恶还恶，狡诈残酷的肮脏面目无法形容。再看了九瓶共产党，我才明白了这个党糊弄了我们这么久这么深，被骗被耍得太惨了，可怜的中国人，明白真相可真是不容易啊！谢谢法轮功的人，我很高兴把退出魔鬼教作为我最好的新年的大礼。”